雪莉，雪莉，可以从这边开始。啪，他的右键是蹲下哎。这娃娃背后好像有东西嘛，我记得。拿到了砖块，风化的老砖块。逃离这个地方，居然要解谜了，很好。这个，这个，安呢？唔对哦。哦，终于，为了一把剪刀，拼得你死我活，好吗？没有拼得你死我活，为了一把剪刀，搞了这么久，冲了头破血流。就为了一把剪刀，然后用剪刀把它剪掉。如果我现在去开门，会不会死掉？还是不要做这种傻事好了，好不好？剪！没发照样来，还是会有一些人不知道啊。所以我说我还是发一下好了。What is this? What is this, sir?这个是刚刚那个警官看克雷尔的地方，这里面有什么？我记得这个地方待会儿会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玩熊娃娃的地方。这地上这是什么？陷阱吗？只要一开门，警报器就会响了。Hello?Hello? 为什么这边不给开啊？等一下，调一下声音。安安知道了，不会啦，才刚开始而已，没有迟到，没有迟到。莎莉的日记：星期三是完美的一天，因为我们要吃点心和冰淇淋。我讨厌以前待的地方，那里的老师都好讨厌，还要一直读书，读书，读书，读书。孤儿院今天啊，孤儿院长今天会来，所以我要穿上我最喜欢的那一套蓝色格子衣服。院长很高，院长有胡子，院长是警察，那应该就是在讲那个局长。啊，这边还有跳踩格子，踩格子的游戏。拉太满会不会掉下去啊？看来是不会的，就怕拉太满，然后那个抽屉掉下来 ，bang， 那我就死了。能讲一下故事背景吗？我现在要怎么跟你解释啊？太久啦，太冗长啦，我要怎么去讲呢？你确定我要从头开始讲起？可能要两个小时哦，两个小时，我看有两个小时就再多用讲的好了，好不好？说真的，我没办法讲，太麻烦了。欸，蹲下走路比较快欸。什么声音啊？啊，这是摇头娃娃的声音。可是我手边没有工具，不能把它击破。走哪里啊？快速跑步。如果我现在就直接冲过去开门，我应该是直接被发现了，对不对？我就走狗洞好了。这样比较安全。干，你不要作死！冲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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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没事，不能开。好，不要理我。有没有浣熊先生？可恶，这份急迫，我们小女孩不能使用武力。哎，太黑了，蹲下走路还比较快嘞。昨天10点后，老头有继续玩吗？没有啊，我就没有继续玩了。
我是跑去玩简单版本。那边有一道门，有大事要发生了，局长要来了，我们都要死了。哎，这下面，汤姆的日记，把信寄给奥利弗已经两个月了，为什么没有回复呢？大家被领养都会这样。哎，这应该是没有什么相关的解谜重要讯息在里头。他现在这扇大门应该是出不去的吧？有，装很小。果然如此。Darn it! I need the key. 我需要钥匙，我才可以出去。叫我，快点！听到声音了。有没有那种神的领域啊？利用墙角来观看一下神的领域好不好？那看来是没办法了。局长在唱歌。哦，我死定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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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如果你在看这个，赶紧去叫警察！怪物人在这里把大家都吃了，这里好多树皮怪物人。他讲的应该是那个植物怪啊！哎呀，这女人是谁啊？哇，哎，这是假的还是真的啊？趁热，趁热，该趁热了。市长的女儿，哎，是啊，是市长的女儿啊。市长女儿那么美啊，紧要死的啊，等什么 ？Where are you going, Sherry? 别 ！I told you to. 不要 ！You need to learn to listen. 我要被赏巴掌了。Time to teach some manners. 哇，盐酸！哇！哇！腐蚀中！完了完了，我要被碎尸万段了！哦哦哦哦 ！Oh my god！ 啊！盖林老师。你想对一个小女孩冲三小？你想对一个小女孩冲三小 ？Help! Somebody, please! Somebody, help me! 你比暴君还可怕！躲哪里呀？敢躲这里好了，好不好？Oh my gosh！ 哎呦，看起来气扑扑呢啊 ！It's all over now. Doors locked. 门已锁起来。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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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are you? Show yourself. I know you're in here. 别 ！It takes me to find you. 家暴。怪叔叔哦！好，他弄了一条路让我走，非常好。你跟得上我残影的速度吗？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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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个弯，拜托，求你了！旋转，旋转，旋转，不要走过来！完了！你看不到我。好，我死了。啊！刺激，刺激！干，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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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准备好了。我刚刚应该是当初直接往右边走才对啊。It's all over now. Doors locked. Doors locked. 凶三小。Where are you? Show yourself.I know you're in here. 哦，是哦，哦，是哦。The longer it takes me to find you, the worse it's gonna be. 哦，我好怕，我好怕。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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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是啊，哦，是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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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没看到我？哦，我在这里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啊，怎么放弃了呢？气噗噗呢？哦，哎，气噗噗哎，哎，我在这里啊。哎，哎，哎，没事，没事。谁谁啊？你死胖子啊！肥佬啊！你肥佬啊！你是不是肥佬啊 ？Oh my god！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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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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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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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is your last fucking chance. Show yourself. No. 哦是哦是哦。哦是哦。哦是哦干你老师。哦是哦。哦是哦哥哥。It burns. Game over, Sherry. God. 哈哈。No. 被抓三次了。躲躲躲！躲 ！It's all over now. Doors locked. 躲桌底哦，好哦，等下试试看。Where are you? Show yourself. 死肥佬！你的屁股好大！你肥宅！我怎么突然好想到 G mod， 按那个嘲讽按钮。哒啦哒哒啦啦，哒啦哒哒啦啦。扑哩扑哩扑哩，扑哩扑哩扑哩，扑哩扑哩扑哩，嘿嘿嘿。蠢蠢欲动，嫩。God damn it！ 小嫩逼。桌子底下在哪里啊？这没有桌底啊？怎么看都没有桌底啊？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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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有桌子底下、啊，哥哥？看，我觉得我这边应该被抓到了吧？我被洗牙啊！怎么回事啊？嗨！哦，行哦。
原来不要出来就好了。他去洗脸脸，很烫很烫。我会在他洗脸的时候从后面孔子拜观音，有没有？小鬼当家，孔子拜观音啊！哎呀！哇 ！Come on, boy！ 你快点啦，小女孩，冲很小。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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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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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哦耶！逃出！哇！太故意了吧！想得没雪莉，快跑快跑快跑！有了有了有了！哦，手上！哇操！鬼父啊！鬼父啊！哎呦！这样好。这个应该不会有杀小女孩的片段吧？要是有的话，这个、应该被列管了。Oh my god！ 哎！哇！哇！丢一只寄生虫给他吃、欸，哎，童话吧？奇怪，博士是怎么追上来的？博士不在实验室吗？他可以在城市里穿梭、哦。奇怪了，三十分钟前。Good to see you again, Claire. We've got unfinished business. 今天有直播哦，对啊，今天有啊。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Don't waste my fucking time. Bring me the pendant, or Sherry dies. 项链。Pendant. What do you need it for? Do you want the girl to die?Fine. Where are you? The orphanage. 我觉得我等下应该要在这边，不是在那边，在孤儿院那边。Sherry, all right. 跟他老爸对打。For now. I swear, you bastard! If you hurt her. 嗨，你好。Are you serious? 其实博士还保有人性吧，就是他现在这个阶段，他是病毒跟那个跟他自己本身的人性。在互相的对抗，所以说他是为了基于保护雪莉这样子吗？感觉出来他还是有爸爸的父爱啊。但是他变得怪物，变得没办法，就是完全的控制自己。我们进卡了，然后呢，我现在干嘛？先存个档先啦、啊。我们再拟定一下，我们接下来要去地下室要怎么走。接下来应该就直接地下室了啦。嗯，好，就大概这样子吧。还是做点火药。算了，先这样。雪莉以外都杀，对，父性啊，就是他快要没人性，但是他还保留一些父爱啊。只要敢动我女儿，我就刚、欸、不是啊，敢动我女儿，我就让你变成跟我一样，有没有？就是这个概念。然后我现在应该是直接从这边直走，然后从这个屋顶下去一楼，然后再下去 B1。不对啊，我现在 B1 也不能去啊。我应该要走警卫室那一条，是不是？我只不过下午直播，现在我就忘记地下室要怎么走了。一直往下走吗？二楼。啊，靠北哦，坐电梯啦，想起来了，噔噔噔噔，太小啦，
靠杯，暴君不要闹哈，暴君哥哥已经够烦了。没事哦，应该是这边算是蛮安全的吧。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我比李阳还要早点离开这里，因为那面墙没有破嘛。那面墙是李阳的事件嘛，那面墙没有破，所以我比李阳还早走。哦，是哦，快救我！哎呀，哎呀，你怎么没死啊？哈哈哈！铁门开这么慢是在干嘛？哥哥救人呐、啊、！Holy shit！ 开车，开车，撞死他！车可不可以开？你给我骗，前车不能开。哇，他好远，好远，好远。呜、哦。我要去哪里啊？来人啊！我要走哪里啊？在前面是不是啊？这追到大街小巷，一生监督我一人。这里是不是？看见？哎、欸！闪闪闪闪闪！既然都是这里，我就走这。来抱抱，不要，别抱我，不要抱抱啊！我不要抱抱。女僵尸。然后他这个准心，哎呦，闭嘴哦，小笨狗，应该不止一只。听到声音，听到声音了，听到声音了。还有吗？水水水水。嫩。Hello， 哎、欸、啊啊啊！这里哎，哦，在这里，篮球场嘛。等我一下哈、哦，我来看看另外一个浣熊娃娃在哪里呢？攻略翻出来，街道上被摧毁的公共汽车。我没有看到公共汽车啊，哥哥。沿着哦，一条篮球场大街，球场的另一边有一辆巴士。巴士？巴士？球场的另一边有巴士？啊，大小 ！Oh my god， 翻墙了！ I can do this.死了！还有药草哎，我还没到，真的吗？好的，先不要吃好，应该不至于马上秒杀吧？有进步了，会找攻略了。还有，没有？因为我要收集那个浣熊娃娃啦，所以说我找攻略啊。浣熊娃娃击破15只之后，可以拿到那个无限的小刀，不过它还是会插在怪物身上啊，所以说你不要去奢望说可以无限插，它只是耐久是零，耐久是无限而已啊，就这里啦，看见了没有？还好没有吃药草是对的。
克雷尔明是叫三小，好吓一跳。浣熊先生， It's gotta be the orphanage. 我们到孤儿院了，要跟他老爸对质了。人家是女生，为什么狗都是同一种品种？哇兹，他就觉得这种狗适合当僵尸狗吧？你想看拉布拉多变僵尸的样子吗？欸、那应该蛮酷的啊。啊，拉布拉多的个性这么的善良。这么的好相处，变成猛兽应该会蛮特别的吧，蛮独特的，凶猛的狗儿。嗯，啊，这里不是啊，这里被那个他老爸弄破了嘛，我们就可以直接进来了。好，这边有自动存档。我比较想要先去打一下娃娃，娃娃二楼嘛，对不对？ Sherry? 这里 Sherry, are you here? 一个，太棒了！为了这个跑上来的，这边应该就没了吧？再看一下哦，再来是这里嘛。哇，最后第十个浣熊先生要用里昂才有办法。里昂那边下水道我应该已经打过了。再来是用艾达。哇，艾达那边我没有打，之后再回去开任务重新打一次好了。为什么攻略表上面写说一旦你能够扮演阿达不是艾达吗？怎么变成阿达？然后下水道除用品下层有一个，好，先这样，都翻过了。哦呦，干虾干虾！院长的信，针对该起意外，我很高兴可以回报事情已经处理好了。2月19号，实验体6828从实验之中逃跑了。628。六二八，逃久了。好了，上面有个急救喷雾器。阿达听起来好弱，爱达啦，又叫阿达，真的就弱掉了，有没有？或是比特犬？哦，对啊，比特犬当僵尸犬应该更勇猛哦，不然就是二哈拿变成僵尸犬，应该也蛮屌的。啊，我觉得应该不会跟他爸靠，应该是跟那个局长，因为局长被寄生了，差不多了。哎呦 ，Your fault, your fault, too long, 活该啦！哦呦，哇 ！Oh my God, 异形 ！Jesus Christ！Jesus Christ！ 欸，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可以讲？哦，没有。想说可以喷饱这样子。Jesus Christ！ 因为他叫 Ada， 为什么没僵尸猫？哇兹，哎呦！他女儿真的是皮肤很好嘞，很可以。嗯，哎、欸，他女儿雪莉、不是雪莉被抓到下面来了，他爸来保护他，所以就走下来了，这样子。我们到下水道了，我来看一下克雷尔部分的下水道第几只。
用品储藏室下沉第十二支。第十二支。在你的任务是拯救你的同伴之后，从中间下水道下去必不发现，然后 GGGA 打。你公文讲这个翻译怎么怪怪的、啊、他这边写说里昂或是克雷尔都可以打。算了，反正他是写用品储藏室。好。我没有拿到地图。Sherry, 我什么都不知道。Claire! 耶、yeah!哎、欸、！Go go go！ 现在不是找浣熊的时候了。哦 ，Claire, it's behind you. Don't stop！ 不要停下来啊 ！Hurry！Keep going！Keep going！Keep going！ 哎哎哎 ！Sherry, come on！ 快点快点快点 ！Oh my god！ 踢他的蛋蛋，快点！踢他的蛋蛋！哦、老爸相助 ，Daddy。哇、哦！哇、哦！爸爸不要啊！哇塞，那这样子暴君真的死了。所以说、欸、不可能啊。这个主线是里昂篇呢、欸。应该暴君会自我再生然后再复活一遍吧。Open your eyes. 哦。他老妈。Not infected. What the? 没被感染。Sherry. 为什么却会老？ Sherry. 里昂确实是老了吧？你不觉得六代的里昂看起来蛮老成的吗？ Impressive display of strength. 有点风尘味啊。What happened to her? We have to assess the situation. Who are you?I'm Claire. I didn't foresee this. Excuse me. Where is she? Hello? What? Oh, she? Annette. Tell me, what happened to William? I don't know. Who's that? The creature responsible for this. 这一切罪魁祸首。Can you help me find Sherry? Seems to be evolving much faster than expected.Where are you going? Look, I don't have time to play 20. 他完全不管他女儿死活哎、欸。Everything's under control. I need to find Sherry. My daughter is not your concern. Work 狂，你们看了这有没有流下眼泪？我爸妈都在工作，都不陪我，大概这种概念。雪莉就这样不见了。跟着一起下去坐电梯，蹦完之后雪莉消失，而且太扯了！这种电梯冲下来这一瞬间有没有？你应该四肢全断的啊，然后五脏六腑你直接爆喷，然后我他妈没事，只是肚子痛想大便而已。但手摸我肚子，主角光环，顺啊！ Sherry's mother. 哎，哎。关于 G 病毒，他们会失去理智和人性 ，G 会完全仰赖本能的生物，仰赖本能的生物，强力弹药。哎呦，这个是用在那个 SLS 是什么东西啊？恶灵古堡有科学过，有道理。我服了你，装在这上面哦，可以先不要吗？
我有没有红色药草？有，有的。Nice。应该可以吧？抱歉来晚了，还好啦。安安、米娜、安安，各位早。现在找晚熊玩偶来得及吗？我现在没有地图，更不知道这是哪里、欸。哎，这边为什么会有子弹？哪里鬼？这边只是让你仓库。我看一下它实际位置在哪里哦。第十二只，这个要去下水道才会有啊。我们现在还没到下水道啊，我们现在在中水中水道，中水道是什么？不知道，不要理我。哎、欸，我们现在在中水道，子弹呢？好的。暴君是可以分裂的，所以说变第二只哦。好哦，要说游戏什么科学过吗？光是打到怪物那么多次都没死的，被炸那么多次都没事的。对，我觉得我们太认真看待这款游戏了。主角光环什么都可以过啊，关关难过关关过。好了，我们到了下水道了。这是下层，但是并不是储藏室。Now I'm gonna smell like shit, literally. 死味，屎尿味极。哎呦，什么鬼啊？好恶心哦！那整双脚应该都是臭的吧？臭脚胶，你想这个不得香港脚，我信你，绝对得香港脚啊！我记得这边李阳来过，李阳来过这种地方。鳄鱼呢？鳄鱼早就死了，鳄鱼里昂篇就解决掉啦、啊，所以说克雷尔这边不会遇到。吓我一跳！好亮哦，萤火秀。刚刚应该一发就可以解决掉了。这死了没啊？睡觉，真乖，困。嗯，这边有那个，看一下，笔记 ，SDF， 还好这些密码都是一样的、啊。在玩恶灵古堡吗？对，没有错。妹子怎样都是香的，连大便都是香的，我知道。哦，感谢送礼，感谢你送大便给我，好、哦，下来了，帅气转身。What is this? Sherry, I told you I cannot leave here until my work is done. That's what you always say. Sherry, why didn't you stay in the house? It was safe there.
Hey, Sherry. 他没听到，听不到。I'm scared. Those things were everywhere, and you should have called the police. That's what we taught you. I did, but nobody came. 但是没人来。Answer your phone, so Sherry. I don't have time for this. I know. Sherry, Sherry, I'm coming. 无负责任的母亲。Hold on, Sherry. I'll be right there. 完全不管死活的母亲。母亲大人，我快不行了，给我撑着点。你为什么没有打电话叫警察呢？你为什么？哦，有没有？觉得好像都不是自己的问题这样子。没有储藏室啊，哪个地方写储藏室？该不会是物资仓库吧？他这个点到底在哪里啊？下水道用品储藏室，我来稍微看一下好了。杀死鳄鱼后，身后可以找到下水道底层。看，这有一些攻略给的都蛮两光的，看来只能凭自己的感觉去找了。抗体要二代才有。佩勒比雪莉他妈妈还像妈妈。其实仔细想想啊，该怎么讲？等一下，我想一下。我在想，如果我这样解的话，我辅助是不是可以干掉啊？我该盖哪一个？第一个盖掉好了。其实这样仔细想一想啊。他母亲应该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而不是绝非他觉得世界要末日了，必须要阻止这个病毒才行的那种感觉。他老妈搞不好一直都是如此，从那个雪莉的口吻来说，特别的冷血无情，是不是？您说的都是。您说的都是。18。好爽哦。硫酸弹到现在没放过诶。这个插头是正确的啊。这个是。主教插这里没错，对，主教插这里，然后骑士是插这里了，哎，对，没错，哎，这边都插的好好的，哎，结果艾达本来是在下面，现在变成雪莉了，完全不一样了，换人演了，变雪莉在下面了。其实也是要保护。骑士不在自己的位置，有啊，他明明就在上面，那不是骑士吗？可是他看起来像一匹马、啊，这不是骑士啊，明明就骑士。我劝你不要种族歧视哦。难道他不是一只马吗？明明就是，骑士不能在自己的位置，要吧？要在自己的位置吧。上一次解里昂篇的也是这样解的，不是吗？李阳，哎，如果你已经到这里了，你几乎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完才能离开。
但以防我没能成功逃出去，我得先跟你说一声，这一切全是保护伞的杰作，把真相告诉世人吧。您放心，您会离开的，不然就不会有世代了。里篇解法不一样哦。如果是一般的克雷尔正篇，克雷尔的表篇，那绝对不会，其实绝对不会在那里嘛。你说到底在哪？我们来试一下好了。Fire！ 哦呦 ！What the hell is up with you？ 被腐蚀了呢。哈哈，操你啊！哇，伤害没有火焰弹强哎。有腐蚀效果，但是没有那么强。左二右十二，左八。哎，动物又来查水表了。哇，强化零件呢？我要回去一趟了。我觉得我应该没有办法在三小时半之内过完 Nice 家了。如果这些东西都不管的情况之下，我应该可以很快啊。我们到时候留个底好了，看有没有办法三小时半内破完我们的普通模式。感觉有点难，因为我现在浪费时间了。刚下班回来，安安你好，弄个火焰弹好了。直接暴毙哦！想一下接下来怎么走？哎，没有绿色药草哎。往左边走可以开门，先去开个门好了。帮舅舅扒玩家好累，要解无限手枪，有机会当然是解啊。但是以我这种路痴的状况，感觉要解挺困难的吧？我是这么觉得啦。路痴欸，而且对后续的关卡有点不熟悉，不怎么熟悉就是了啦。那我记得这上面的那个被打歪了嘛，对不对？歪掉没办法过嘛，对。我想说里篇是正的，里篇是正的，那我口里，而且我没有格子，我现在才发现。哒哒哒哒哒。啊，我是不是应该在出发前先背图？我现在要什么东西啊？太满了，有点不太行。算了，我觉得我先绕前面那一条路好了。看你妈没死！ What the hell is up with you？ 这边是直接到月台。
是不必走这里。恶心，走开 ！Oh my god！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先退了 ，OK。去吧，躲寒流，升降机。强力炸弹，好满哦！Yeah.欸、靠北这边哇这边就有包包啦我还把它丢了笑死没看见啦就差那么一点啦我干、哦、那么凶烧不死啊、哦！有烧死了。等我一下啊、哦！就等待。药草说你丢我。哎呦，大补铁哦！看我榴弹真的满到一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的地步了，很满。这边是注水室，不是储藏室。我记得还有个地方，等一下，这里是哪里？这边的话，到中层会到下水道。这里又是哪里啊？我好奇，我走一下哦。小刀。这里应该就是李昂那时候来的地方吧？是不是？会溜下去，哦，这里就在回来的、哦，一个来回的动作啦，哎，我浪费时间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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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应该在找更衣室。不是，我在找储藏室，我要找我们的火猴先生。哇，手抖呢，这家伙在抖什么东西啊？这边还有一个，应该就是这个了吧？不会错了吧？这边有两个。我哪有 来得及打、啊？我不过这都来不及了，哪里会有来得及打呢？哦，解开了，
这边到这边来，然后我还是没拿到这把钥匙。这把钥匙到底怎么解啊？该不会这个要插 USB 吧？是不是这是拿来插 USB 的，不是钥匙孔？然后插一插就开了。该不会你们说的就这个吧？啊，还是我搞错了什么？哎、欸，这意味着我可以回头把大门再度打开，是不是？真假的、啊？真的假的、啊？看起来明明就像是一把钥匙。哎、欸，果然被我猜中了、欸。水哦。哎、欸，二手不能用。哎、欸，直接开了、喔。感觉我好忙。好猛的，有胶卷就去洗一下。等一下，那我去开一下好了，顺便把 USB 给丢掉。原来是这样用，可是我觉得我应该先去胶卷一下，顺势回来再那个好了。老头是用来擦的。应该不会来咬我了吧？啊，好烦哦！去暗房，还走一遍呢、欸，我还洗照片啊。哦，这边我都杀完了嘛，那没什么问题。而且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暴君不会从这边出现的吧？我想应该是不会的。他妈在哭是不是？差一点。为了解成就啊，两个藏身处，哇，谁知道啊？我没有看攻略、欸，我真不知道那两个在哪里、欸。发装子弹，要不要顺便拿强化配件啊？哪里的强化配件？来不及了，三小时半要过去了。强化配件，我来看看。嗯，网络上有在讲两个长生柱。回到警局暗房，洗出两张照片，一个是 STAR 的办公室桌子那边可以拿到闪电之音的辅助瞄准器，可是我没有闪电之音。第二个是收集招待记者招待室的抽屉，
记者招待室跟 STAR 办公室。那我大概知道了。记者招待室在这里。STAR 办公室在这边二楼。我们现在人在一楼，我们可以直接上去。然后上来这个地方绕一圈。好的。没问题。他有强化弹。熊三小。先去 STAR 办公室。STAR 办公室什么 ?STARS。忘了加 S， 不好意思。看一下礼片会给什么？礼片给了一个木盒，木盒里面有什么呢 ？NQ 十一的。好，我们现在去记者招待室。记者招待室会给什么呢？回头时间。西边办公室有强化配件，你是说一楼的这里对不对？那个强化配件我知道。然后那时候我一度以为我回不来了，那时候我一度以为我回不来了，所以说我就没有打算要拿。烦的，妈不要再起来了！西部办公室这里，哎，这边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来过啊！哎，来，哎，干什么东西？都玩了这么久了。现在才第一次进来这个地方，有没有？来，我来看看。嗯，嗯，左九右十五左七，这个吗？有，是什么？包包满了。Yeah， 然后你说的强化配件应该是这里啊。